佛教智慧故事，耶稣密多元。老爷，夫人生了，是男孩。啊，端正庄严，生就祥瑞之乡，是极有福德之人，难怪天降甘霖啊！不如取名叫耶舍密多。这是八功德水呀。八功德水。是啊，这种水具备八种殊胜：澄净、清冷、甘美、清软、润泽、安和、除饥渴、长养诸根。此子日后定会出家，证得阿罗汉果。耶舍密多在八功德水的滋养及长者夫妇的爱护下，一天天长大，成为人见人爱的俊美青年。佛陀，我愿抛弃世间所有，皈依佛陀，跟随您出家修行，证得道果。善来比丘，须发自落，法服诸神。出家后的耶舍比丘精进不懈，对于佛陀的教诲信受奉行。不久，即证得阿罗汉果，不仅具足三明六通，亦得八种解脱，诸天天人及世人无不对其敬仰赞叹。世尊，耶舍比丘过去生究竟修了什么样的福报？今生一出世便天降甘霖，口中自然生出八功德水，不需他人哺乳，又能得遇世尊随佛出家，证得道果。过去贤劫中，迦摄佛住世，于波罗奈国度脱无量众生。说吧，师父，那位老施主已经变卖所有财产，做供佛之资。是吗？他已经跪了三天三夜了。出家后的老比丘，却不用心思维世间无常之理，反而懒散懈怠。不久后，老比丘重病缠身，医生告知需以酥酪为药，病方可好转。好热，水，
师父，这都是弟子不够精进，懒散懈怠的果报啊！师父救救我吧！你的情况就像是恶鬼道的众生所受的苦，非仰仗大功德力是无法解脱的。你现在快取我瓶中的水，供养清净僧众。师尊，我现在碰到这样的灾厄，死后恐怕会堕入恶鬼道中，唯愿师尊慈悲哀悯，为我开示消此灾难。现在的你唯有以净水供养僧众，仰仗清净供养功德力，才能脱离堕落恶鬼道的果报。老比丘听完佛陀的开示，心开意解，信受奉行，从此以后不再偷懒。每天以净水供养比丘大众，极致命中从未懈怠。啊！因为这样清净的供养功德，生生世世口中常有清净八功德水，满足所需，直到今生有因缘随我出家修行，正得道果。当时的老比丘就是现在的耶奢密多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皆信受教诲，欢喜奉行。水有八种功德，分别有八种表意，所以供水因缘十分吉祥。一，清凉表意，持戒精进。二，味甘表意，胜味，得享百味食。三，轻柔表意，身心堪忍壮健。四，至软表意，意念畅顺。五，清澈表意，意念清明。六，无嗅表意，净除罪障。七，一喉表意，音声和雅，成就妙语。八，养胃表意，身不生疾，康健无病。
Phật. Nam mô A Di Đà Phật.